6月29号，成都到上海的 MU9198 航班，本来应该是 C919 飞，但是临时换成了 A320 客机。这一趟航班的乘客还有人发了帖子，有点失望。我在飞行网站查了查，确实如此。29号成都飞上海以及30号成都上海之间的往返一共三趟航班， 919 都没飞。但是两天之后，从1号开始，这架飞机又开始干活了。我记得这是国产客机 C919 在5月28号成功商业化运营之后啊，第一次没能按计划飞。来自各方的朋友都可关心了，给我发消息让我聊聊。本来我寻思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就停了两天肯定是很小的事儿。再说人家商飞东航都没给消息，我一个外人能叨叨个啥？但是啊，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，一句话不说也不好，随气吧。我不在一线，没有一手的信息，但是一位不愿透露性别的姓李的大哥，他跟我说呀，据说是因为引气系统故障导致的，然后又强调这消息不保真，所以信不信你自己判断吧。擅自拿出去吹牛逼被打脸了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下面啊，咱认识一下飞机的引气系统。919停飞的原因我不保真，但是下面讲的那可是我毕生所学。首先，什么是飞机的引气系统？引气系统是从飞机发动机或者辅助动力系统 APU 抽气，然后给这些高温高压的气调节温度和压力的一个系统。之所以要调节温度和压力，是因为这些气啊，它来自发动机的压气机，温度和压力都可高了，不降下去没法用啊。功能很简单吧，寸头大爷都能明白。那为什么要从发动机引气呢？更简单，因为在空气稀薄的万米高空，飞机上的几百人要呼吸，出不来气儿，乘客要骂娘。在低气压的万米高空，客舱要增压，压力太低导致肚子胀耳朵疼，乘客也要骂娘。在零下几十度的万米高空，飞机机翼和发动机进气道要喷热气防冰。另外，飞机的油箱也需要往里面冲储氧后的空气来增压，防止油箱挥发有危险，也就是燃油惰化。现在的飞机啊，电子设备越来越多，功率越来越大，跑起来之后也需要一直来给他们降温，不然会烧掉。这一切啊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。哎，明白了这些，你自己来回答，这飞机的引气系统重不重要？重要，那肯定重要。飞机的设计师当然也知道引气系统非常重要，所以在设计时就用上了祖传的看家本领，冗余设计。现在主流的飞机引气系统一般都有两套，每台发动机配一套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两套引气系统同时工作，同时给飞机的空调防冰系统和惰化系统提供空气。万一其中一套不给力坏掉了，也不用怕，另一套完全可以顶上，能力足够用，不会给飞机断气的。比如你看空客 A320 的主最低设备清单写得很清楚， A320 的引气系统配了两套，但是只要有一套能正常工作，飞机就可以飞。这包括呀，在地上发现其中一套坏了，飞机可以正常起飞，在天上发现其中一套坏了，飞机也更不需要赶紧落地。这是 A320 的，波音737的我懒得找了。那你问了，如果这飞机的两套引气系统全坏了怎么办呢？其实问题也不大，万一的万一，引气系统全部罢工了，你飞机直接降低飞行高度就行了嘛，然后把飞机上的应急通风的小门给打开，哎，这高度一降下来，乘客呼吸不需要专门供氧了，客舱也不需要增压了，飞机往前跑带起来的大风还能给电子设备降温，并没有啥大问题，找个附近的机场降落就行了。其实据我粗浅的了解，飞机的引气系统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因为它里面有个调节压力的阀门，是那种气动调节阀，里面有很小的过滤器，这个过滤器啊，容易被空气里面的脏东西给堵住，一堵住调压力就不好使了。这个不是 C919 的原因，其实所有飞机的引气系统都有这种设计，都容易堵。最后说说 C919 的引气系统供应商是谁，这个公司你八成知道，他们家的挖掘机推土机全世界都很出名，德国的利伯海尔。引气系统是飞机环境控制系统的一部分，环控系统也是飞机十大核心系统之一了。 C919 的整个环控系统都是利伯海尔提供的。至于说这一个造挖掘机的公司咋开始搞飞机了，你赶紧点个关注，我后面会专门讲讲利伯海尔公司。其实从 C919 停飞的时间来看，就停了三趟，两天时间而已，肯定是小事儿。而且这个新飞机备件可能还不全，如果真想在成都修飞机换零件，估计还真不方便，需要到上海去拿。而且不难想见，这架飞机被全世界紧紧盯着，
航空公司在运行的时候放飞条件肯定也会卡得更严一些。同样的问题换做737和320可能都不用修，直接就飞了。但是919不行啊，容易被人说闲话，毕竟刚入行的新人不够自信嘛。